第七十八首呢，就像教堂圣诗一般的那种歌调，注意呢，左手声部也要很有表情，也是一个歌唱的声部，还而且要听左手和声间的那种色彩的变化，比如说。注意左手和声的这种每个小节都几乎在变，这个和声色彩都不一样。那右手呢也是旋律音，左手也要唱，注意啊，左右手都要像歌唱的声部一样弹。Thank you.